今天是我们浸会大学的文学的六方对话，因为我们有六位作家在座那个主题呢就是地域与文学。我介绍一下六位作家还有我们四位的那个评论员其实我们像我刚才说就有六位作家哦。第一位就是来自陕西的贾老师贾平娃老师。第二位呢就是来自新疆的麦麦提吴首尔。第三位是江苏的当时苏童了。第四位是青海安多藏区的万万柴旦老师。第五位是来自台湾的巴代老师。第六位是我一直心仪几十年三十年以后才有机会见到面的陈冠中先生。所以在作家群里面我们已经涵盖了那个六个地方了对不对可是不止我们后面还有来自那个四个不同地方的负责回应的嘉宾。第一位呢是也是来自青海的那个龙仁清老师。第二位我们要出国了现在我们要跑到那个西班牙去请那个西班牙其实是我们浸会大学的老师Marilyn Marilyn Lacata。 然后是来自法国的 Sebastian Vig。 最后是来自澳洲的Martin Bruce。我数了一下我们这个十个人十人谈其实是有九个代表了九个地区。我就先说一下吧那个地域文学那个我们提出的那个主题呢是我让我想起了两本那个书最近在国内也流行一种我们说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有一本书呢是在那个12年三年前出版的它就叫文学地理学研究作者呢是曾大幸。它里面说到呢那个地域或者地理呢我们分成两种一种呢是自然的环境一种呢就是人文的地理。他说自然环境跟人文地理呢它会影响作家影响他们的作品可是反过来的文学家也会影响那个人文的环境就像我们都知道贾老师对那个西安的那个文化影响很大也或者说那个陈冠中先生对香港的文化影响很大所以那个影响呢其实是互动的就是文学与地理的那个影响还有另外一本书呢就是丹真草可能来自青海西藏的那些老师呢比较知道一位评论家他有一本书叫那个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论里面写的就是说因为一些藏区其实它是在一个交界的地方它是在一些边缘的地方所以那本书呢就研究那个多重的族性就多重的民族性还有多重的文化背景那今天我们实在是多重也实在是跨界因为刚才说了我们有九个地区国内国外的都有好我们请那个贾老师贾平娃老师先来讲那个贾老师呢我不用多介绍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我想特别提出就是我当年就读到那个废读的时候就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我特别喜欢看到省去省略的那个部分省去的几百字我就在想象我把书放下来想一下那当然贾老师写的那个空间地域还有秦腔这个题目里面非常的明显商周三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就不用多说其他的那个因为贾老师这著作等身了可是我想提的是贾老师的作品呢已经得到了美国的美夫菲马文学奖还有法国的费米纳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那些都是不容易的一些大奖那他的作品呢已经翻译成为那个英法德俄日韩越越南文20多种我想大家知道我介绍的时候是故意突出一些跟地理有关的一些概念好现在请贾老师首先帮我来讲几句这个开场白吧
也是自己吧，和这个香港，我前后吧这十多年吧，一共来过5次，这个3次吧都和这个浙会大学有关系，因为这个可以说和这个浙会吧是很有缘分的。这次在浙会召开这个作品研讨会，昨天开了一项会吧，浙会大学吧付出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吧。 让我非常感动，也深深地感谢你们。再一点吧，昨天的会上吧，就是来了那么多的教授啊、学者和评论家、翻译家，做了都做了些精彩的讲话，让我也了解了各种思维和这个研究问题的各个角度，确实是受益匪浅，这不是说客气话，确实是受益匪浅，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吧。 向国外呢致以诚挚的或者崇高的这之意吧。因为今天这个对话会上，一开头是给我发来一个题目，是基于和这个文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谈法，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方面来谈的。当时我理解吧，是不是从作品里边写的那激励环境啊，从这个方面来谈的。我说这个。 说起吧，这个要好谈吧，但实际上也不好谈，也特别难谈。当时就在家里准备了一个草稿吧，为什么准备草稿呢？因为我这个讲话，陕西口音太重，害怕人吧听不懂。这个在座的吧，因为昨天的会大部分都是英语的，我就是写好以后吧，给这个翻译的吧，更顺畅一点，要么谁也听不懂。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课的时候吧，先把我的话翻译成普通话，然后由普通话再翻译成这个英语，<笑>就是说今天吧，我就听懂听不懂吧，你听一下陕西人怎么讲话就可以了。<笑>对，这个在我的认识里边，说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 经历出什么样的作家，说什么样的特质，出什么样的作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是特别重要的。怎么样？这首先养人的相貌啊，养人的性格，同样也包括气候、物产、风俗、语言、宗教、审美趣味。在一般的情况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般情况下，海边人长得都有鱼的形象，是吧？山区人长得都有飞禽走兽的形象，啊，这个欧洲啊、亚洲啊、非洲啊、拉丁美洲各色人种呢，其实都是鸡类形成的。鸡类形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吧，叫“鱼生淮南，则为鸡”，生于这个淮北，则为鸡。因为我在陕西有一个体会。 陕西那个葱就是最多是一尺来高吧，都不到一尺。我第一次到新疆去，一看新疆的葱那么高，我同样是一个葱，在新疆就长那么高，在陕西就长那么一截儿，这个我来的时候吧，当时说的是，跟我说的是3方回弹，没想现在增加到6方回弹了。当时我是想吧，我在里边写，我说你比如说，我当时知道。 万马和这个苏通来，你说万马属于青海，他这个老家我去过，那里边吧，虽然高寒，但有生山生湖，说你看万马就长得很硬朗，是吧？啊，苏通吧，它属于江南人，那里那个地方我也去过，特别柔和，特别这个清明，说苏通也长得特别俊美个男的，<笑>是吧？ 但我自己吧，属于在虽然在西北，但是属于这个秦岭山区。秦岭山区吧，就长得有些丑陋和垂白了，又垂白了。所以我有时和这个有一次我出去吧，到欧洲去，和一些外国人吧交谈的。外国人总嫌中国人说话声高，说怎么中国人吧一早一块儿一个场合吧，容易喧哗呀，容易嘈杂。 他就问我这个原因，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时我就想吧，就像一个地球就像一座山一样。
每一个沟，每个山有无数个沟叉，沟沟叉叉的，每个沟叉里都长一些动物。这个沟叉里可以说长一些老虎啊、狮子啊，一些大动物。而另一个沟叉里又是生长一些山羊啊、羚牛啊这一类的一些动物，还有一些沟叉吧，就聚集一些飞禽走鸟、飞禽啊这些东西。后来我想，欧洲人吧，可能是大动物变的，大动物变的，他们往往是都来楼都往，平儿话也不多，对吧？平儿沉默。亚洲人可能是小动物变的，而且飞禽、鸟类变的，喜欢聚在一块儿，聚在一块儿，嘈杂声就不断，所以说，那个大动物都有极弱性，落实时期特别凶猛。小动物因为小，它要生存呢，它必须它身怀绝技，比如很敏感啊，比如说很警觉啊，很多年啊，很紧张啊，而且身上都有毒，不是用牙上有毒，就是口里喷一种毒汁，它身上都有毒。这个所以说大动物平时都是沉默寡言的，行为很直接，小动物它比较狡猾，恃强用黑，显得又是比较凶残一些，这我想都是激励造成的。我就想起我当年在才开始搞这个文学，搞是这个写作的时候，为了修炼自己的文学语言，但是自己又不懂得音乐，不懂得那音乐那旋律，我是用了这好多工业的投资，工业投资上面写一二三四，这边写一二三四，我就把好听的这个，把那音符吧，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是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标这个线条，来分析那一首歌为什么好听，好听的原因在啥地方，写它的节奏感。分析结果吧，当时我分析陕西的北部和陕西南部的民歌，因为陕西陕北的民歌和陕西南部的民歌，在累计吧是在中国是特别有名的。当时把这个线条标出来以后，就发现陕北民歌的节奏和陕北的激励环境是一回事情，因为陕北民歌它比较平缓，比较雄浑，比较这个苍凉一点。陕北那个激励呢，都是以沟啊、帽啊、台啊，是那火上头山一样，就那延伸过去，而且一个一个不长树的山包连绵不绝，直到前边。他那个节奏啊，和那个山势、音乐和那个民歌和那个环境是特别符合。到这个陕西南部，也就是我老家那个地方，他那个民歌就是忽上忽下的节奏，音调吧特别尖锐，特别高亢，而那地方的激励环境呢，就是一个山连着一个山，这个山特别是突然就起来了，突然就落下来。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激励啊和这个艺术吧，它这个产生的关系。我记得这个青海和西藏、前藏那个地方，也看到好多神秘的那个圣山。这有好多都是从几个人吧，都是从那个西藏啊、青海过来。那里面有好多神圣的山。为什么神圣？当时我想，为什么神圣？是这里山上是不是有神啊？后来吧，我想吧，不可能有啥神，但确实在那个山下吧，就居民呢。有过许多奇异的生活现象发生的。当时我就想吧，那么一座山，一半插入云中，常年都上面积雪，它肯定影响气候。以气候的变化，必然是许多奇迹事情就会发生。在我家乡吧，在我的老家家乡，就是我的家乡在秦岭神山中。秦岭是横在中国中部。从此中国有了北方和南方，而我的家乡呢，在秦岭的一个小盆地里边，那里边比较偏僻，比较封闭，雾的气氛，雾的氛围，就是雾是那个氛围吧，特别浓。
可以说小时候我就生活在一个物质环境中，物质环境中，那里人信道也信佛，而且是万物有灵，就是这种，而且经常闹鬼，有各种精怪能附在人身体上，群里就有阴阳师，病呢，得那病也都是许多很奇怪的病，而且治病的头方子特别多。这个那里是深山偏僻，雾气大，人又稀少，所以我觉得才能产生这些东西。后来自己19岁以后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呢，在西安生活了几十年，在大城市里面就很少听说过有闹鬼现象。而且有了病，其实我有时也用我小时候治病那些办法来给孩子啊、给老婆啊、给我自己治病，好像一次都没有灵验了，再不灵验了。因为我小时候治好多病是有灵验的，确实灵验，这恐怕也是积累的危机。因为讲到这个山水吧，山水它是特别讲究风水的，因为风水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就是你感觉到舒服就是好风水，好风水。这如同盖房子一样，房子如果盖得很周正很正气，它向阳就通风，而且这个房子也特别坚固。如果你把房子盖歪了，盖得不短不正了，它就不可能向阳，也不可能通风，当然这个房子也不会这个坚固。其实人也是这样，你看现实生活中谁长得漂亮的男的或者女的，这个人肯定聪明，这是肯定聪明，对吧？而且性格比较阳光，也长寿，也长寿。长得丑陋的，不是垂背就是心理扭曲或者身体不健康，不是健康。但是为什么经常人说漂亮的人成不了大事情，丑陋人往往怪相人能成大事情？其实丑陋人是受干扰太多了，漂亮人受干扰太多。他聪明，往往学什么一学就会，他就不坚持不追究。所以丑陋人他再没有别人也不喜欢他，他是怪相的呀，或者他就性格偏僻啊、变态啊，或者他经历很坎坷，但是反倒是他坚韧不拔，反倒是他能把事情干成功。因为风水还有一部分它是心理作用，比如说你一旦觉得家里某一个地方没有布置好的话，老是心里纠结，那你就已经得重新去布置这个地方。因为我琢磨过我家乡那个阴阳先生，因为我那个阴阳先生年龄吧和我差不多，小时候和他在一块儿，那个老阴阳去世了，新的阴阳师吧，即便和我小时候在一块玩的，因为我知道他的根基，他现在特别有名，在我那一代特别有名，这个群里毁丧家去啊、盖房子啊、安国灶啊，都让他给选方位或者选择日期，常常得你得按他的意见办了，这一家人就平安吉祥。如果没按他的意见办，往往就出事儿。当时我说他这个多少文化水平我也知道，他没有多少，没上过多少学。因为我上大学以后，他还是初中生，还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多少文化。他对易经啊、看月根本就不怎么懂，不怎么懂。但是呢，他为什么后来说话那么灵验呢？后来想从事一个工作，几十年从事一个职业，回去就有了水气了，有了水气了。因为他这样认为，周围人呢也那么认为，他慢慢就变成一个神人了。这如同一个人在累积吧，你当一个警察。警察当的时间长了以后吧，身上就有一种杀气，谁也怕你，就是那种那个杀气就来了，文学作品吧，实际上他也在讲风水，也在讲风水，这就是他的作品的结构的完整不完整啊，情节安排的活力不活力啊，当然这是，一般性的正，还是说正中有奇啊，奇中有正呢？是一般性的平衡呢，还是出乎意料啊，还是这个乱中有序呢，这等等等等。再一个就是它的技巧啊，它的味道啊，是柔软微乱的，还是生冷的、生涩的、冷凝的，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书的命运，
我原来一直有个观点，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实际上每一本书也有他的命运，有他的命运，有的命运挺好的，有些命运就很悲惨，有些命运就是坎坷的，坎坷的。因为激励吧，在文学中似乎是个一般性围棋，其实它是文学的一个精微和文学的一个基建，它如同你系了一条什么样的裤带，那么你就得配什么样的裤子，就得有什么样的裤子呢，就得有相应的袜子、鞋子、上衣、帽子，以及你背着包、你坐的车、你要去的地方、你要见的人、你说的什么话等等等等，这就辐射开来了。我们常说这一部作品有推荐有味道，至于什么推荐什么味道，这都首先从作品的激励开始的，当然它的味道来自各个方面，它首先从激励开始的。从大的方面来讲呢，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必然出什么样的作家或作品。所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就是大的激励，大的激励。因为中国在亚洲，亚洲有亚洲的激励，它与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同；中国又在东亚，它与西亚、中亚、南亚又不同。再比如说吧，中国呢？近几十年实行改革，当然这个老百姓呢生活富裕了，物质有了极大的丰富，同样呢社会矛盾呢又空前的激烈。说中国现当代的作家、累积作家都关心现实，作品呢就有更多的种种的揭露和种种的批判，这是必然的。你说他好也行，说他不好也行，但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这个时代呢就是这样一个批准的时代，我讲爱讲批准，说我们逢于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批准的时代，这样批准的一个时代里产生了这样批准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也产生了这样批准的作品。我觉得自己喜欢说批准，批准呢都是激励产生的，都是激励产生的。说文学与激励这个话题呢可以有无限的发扬，从大的方面讲过了，如果从这个微部的角度讲，微部角度讲，我再谈谈我的一些创作上的机会，具体写作上的机会。也在我的作品里，尤其在小说上，无论是长篇或者是短篇，激励环境、激励环境呢都是真实的，都是真，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都是真实的，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我的创作基地有两块，一块呢是我的家乡上州地区，一个是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西安。所有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两个地方，即使故事的素材来源于别的地方，但我仍是把它改造了以后呢又拉回到这两个地方。我的家乡在上州，所以秦岭，所以故商务古道旁边。早期我的作品呢里面写到的商州，后来库尔达子写到中国秦岭，说陕西关中平原是号称八百里平原，关中平原。在我老家这个商务古道啊，在古时候它号称是六百里商务古道。这条古道历史上是长安通往东南亚的唯一之路，在战国时候它属于秦国和楚国交汇之处，楚国强了，我那个地方就属于楚国，属于秦国，秦国强了我们属于秦国，楚国强了我们属于楚国，所以号称是秦头楚尾。文化上它属于中原文化或这个楚文化交汇的地方，中原的雄浑也有楚的那种领袖，而且我们那个这次故事是个驿站，历史上呢，比如说唐代，什么韩愈啊、李白啊、窦普啊、白居易啊、杜牧啊、王维啊、苏东坡都在我那个这次上住过，也留下了无数的这个诗文吧。唐宋以后，长安就东迁了。
那个地方呢就慢慢就荒芜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们老家那地方是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封闭落后，沦为鬼人很难知晓这个地方，没人知道这个地方。这个七十年代中国有一部小说叫《李自成》，是姚雪一写的《李自成》，当时小说很少，这部是很有名。家乡人，我们老家人出门在外的时候吧，说你是哪人呀？一说是上老人，没人知道，就说只好说是李自成书里写到那个地方，哎，大家都知道，哎，是那个地方，嗯。后来我那个写作品写到上州，上州的后来的名气就大起来了。但我写上州的时候呢，我那个地方不叫上州，叫上洛。而上州是上洛地区在古时候的曾用过的名字。现在呢，因为这个后来作品传播以后，这个上州名气比上洛要大。后来在这个汲取该寺的时候吧，这个把上洛寺所在地方就改为这个上州了，就改为上州。当然上洛现在还是不这么为人知晓。我举一个例子，就当年这个蒋泽民吧到这个上洛去视察，住了几天，当政领导班子吧，要给汇报工作，他临时走的时候要召开个会议，要给各个班子要讲话的时候，总书记吧老记不住上洛这个名字，一说就罗上，是视察的还叫罗上，这证明总书记连这个记名，他去视察去了，他都记不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很少比外人知道。如今这个上州这个一名比上州这个名字，要当相对来说要大得多。而自己另一个创作根据地呢是西安，西安用不着我多说，这是世人都大致都知道的地方。西安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大半个历史，西安的历史是中国大半个历史。对于上州呢，我生在那里，长到十九岁的时候离开西安，到西安去上学去工作。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三次走遍那里的上州、上洛地区的所有的县和各县的主要的乡镇、村镇，一直到后来每年仍是首次返回那里。可以说，这上洛地区的山山水水，那里的风情唏嘘，没有我不熟悉的。在四五十年里，这个世界吧，尤其在累积，由于我那个老家，什么都在变，社会气质在变，政治革命，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在变，山水实际上也在变，回着青山绿水，回着苍山圣水。但有一件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人的感情。人的感情没变，人的感情和我小时候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太熟悉了那里。无论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稍一知道，就能明白事情的根源是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它什么样的结局。因为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我是站在西安的角斗上，站在西安的角斗上来回望我的老家上州的，也更了解了上州。也在上州有时候不了解上州，离开上州到西安后回头看上州，才能懂得上州。同时又站在上州这个角度上来观察中国，来认识中国，这几十年吧，基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自己写作品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在酝酿构思时，脑子里首先有一个人我原型为基础，哪怕这个人是我从众多的人身上集中起来，但必须首先先附在一个人身上，以他为基础，再是以我熟悉的一个具体的地理作为故事的环境，比如一个锤子，这个锤子的方位啊、形状啊、房舍的结构啊、街道啊、巷道的排列、谁住的那个院落啊，那里有一棵树，或者树下有一个石磨或者一个碾盘，那里是有寺院，那里有西楼。首先我把这两件首先要确定下来，就像盖房子一样，这大基基一样，先打下几个基桩，写起来就不至于游离了，
就不自己写一写就模糊了，然后再根据内容嘛，需要增删的，需要移位的，需要取舍的，需要夸张的、象征的、暗示的，才慢慢经营一个文学的世界，才可能创造一个极而自然。极而自然，一切的虚都是建立在实际基础上，这是我的体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给我通知叫我来出席这个会议时，你必须要讲几个例子，我来讲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秦腔，这我写过一本书叫秦腔，秦腔是写中国龙曲的衰败，传统文化式微的一种生活。因为故事中主要一些人物都是我的家族的长辈为原型的，当然我就选择以我家乡的地理环境为活动基。我的家乡叫吉华镇，吉华镇是秦岭一个小沛集，丹江从那个西边往东流过的时候，从西边山口进来，沿着南边的山脚绕过，再从东边的山口流出，河流就绕了个半圆，而有一条官路从这个镇子中间就通过，这条官路就是镇街，书名书中名叫清风街。整个这个镇子呈一种圆形，一半是水墙，一半是旱墙，镇西后边有一个泉，大泉又念大泉，镇东后边也有一念大泉，两泉的水聚合于镇街后为千亩荷塘。千亩荷塘这镇西有一个寺院，河对面的山叫月牙山，那个月牙里面长满了古松，月牙山那一境叫松松长月，叫松长月。这月牙山下面是一个镇河的一个塔，沿上有无数个石洞，有几百个石洞，都是过去人逃兵荒、逃土匪、躲土匪然后开凿的一些洞子。这中间对河对面是暗山，那风水里面讲究要暗山，暗山前面有帽子山或者什么鼻子，这是各种讲究。在水前与旱前的半圆上、半台上，有千年的一个古槐，然后古槐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叫五斗堆把这个砸毁了。槐下吧是一个寺院，现在改为学校。这个东街有广场，广场上有宋和金时候的这个庙宇，有戏台，有魁香楼，而且河对面就是罗山和固山，后面是笔架山。这西街的有一家大姓，姓韩。这东街的大姓就是我们这个姓贾的。我家在爷爷辈里肥户有三进院子，从这个二郎庙一直随着及时拍摄到那个台棱下，也就是这一栋那一年大泉旁边。韩家就是小说中的北家，贾家就是小说中的下家。我的父辈呢就住在后一个院子。兄弟四个，分住上房、下房和这个煤房。院子是拐把形，进去有照壁，照壁后有石磨，石磨后是垂簌，垂簌旁边有一个垂树，树上有一个黑大的鸟巢。这是我小时候记忆的东西。我们大伯家住在上房，上房有后门，一出去就是村中最大的寺树，寺树下就是一个大碾盘，碾盘旁边是那个大泉。大泉念泉水，泉水台棱上面是个皂角石，石后是一排房子，然后就是再是十八亩地，然后再是一条狗，然后是一个自然区，然后旁边又是个自然区，而且呢再放后边有一个岭叫牛头岭，岭上种满了有七千有过犁，所有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可以说秦腔里写到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全部真实的，全是我19岁以前对家乡真实的写照。当然之后几十年里，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戏楼啊、寺院啊、庙宇啊、镇河塔呀、魁星楼啊，都被摧毁了。那个河塘呢，由五匪之师改成了现在河塘呢，五匪之师都改成水墙。而秦腔这一本书出来以后呢，前几年我们家乡吧打造这个旅游景点，就是
要以我小说这个样子重新打造我的汇丰的远景，汇丰这个宅街的远景。然后当时我写水时候，这个老街已经荒废了，没人住了。现在呢，已全部又恢复，又重新改院落。现在老街重建，牌楼上写着“清风街”。清风街其实是我小时候虚构的一个名字。又修了这个前木的火塘，又盖了西楼啊、魁星楼啊。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吧，有计划，用我老家计划。这个激励才有了小说倾向，而有了小说倾向，有了现在这个计划，有了现在的计划。这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我在90年代写一部小说叫《飞斗》，飞斗就写是西，当时小说里面写的是西京，其实西京西安在历史上也把它称过西京。我19岁在西安上学呢，后来生活到现在。我曾经为他写过一本书，为这个城市写过一本书，叫《老西安》，老西安。因为我了解西安古旧的那个种街巷，在写《飞斗》时，其中写到10多个街巷都是真名真姓的。写完的时候呢，在写的时候，快完的时候，西安开始改造了，因为改革就开始了，就开始改造了，大肆这个拆这个旧的房子，建这个新房子。扩大这个大街，许多这个巷道吧就全部就拆了。记得当时市出版的时候，从北京来了一批摄影家，和四川来的几个摄影家，和西安北京摄影家，就以我书中所描写的那些街巷，在大拆砸建那个工地上，就抢救式拍摄那些煤楼啊、煤堆啊，那些石角，那些建筑。这其中就有一户人家，就是清末时期军机大臣叫赵耀桥的，他这个老宅子，这个老宅子特别好看，但是那次也是在拆掉了。这个赵家呢，是八国联军攻击北京的时候，他陪着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去的。后来这个清政府呢，和八国联军又议和了，八国联军呢。就其实清政府必须要杀这个赵，慈禧太后呢，就死给这个军机大臣，姓赵的，对他还有感情，就是那保全你一个全尸吧，开始用纸就把他一层一层糊，把口皮糊起来，把他就害死了。赵家的老贼子那十分讲究，因为他当时那妇人吧特别多，几房姨太那特别多，这一儿子一院子。特别大一片子，光他家没钱那个食堂，当时有人赔了以后就吃过一半食，但是这个贼院子就拆掉了。所以秦相宗所写的一些街巷，现在仍然在，比如说双人府啊、走八街呀、啊、大油巷啊、浅水井啊，还有几次寺院吧，现在都在。这个。我啥简单些，就把一些例子是不讲了吧。我是这样想的，说每一个作家创作的时候呢，人物可能是集中挥霍的，故事可能是扩张的或者编造的，但激励环境却已经是他熟悉的，然后在某一处杂志进行扩展、进行改造，这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一个事情。我有时在想吧，《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可能就是这样。大观园肯定是有，回去只是个普通的园子。看一些材料说，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记》的时候，范仲淹其实并没有去过岳阳楼，而他是请别人讲了岳阳楼的情况，他想那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然后写出来。苏东坡写这个《赤壁赋》的时候，去的地方并不是历史上发生那个这地方，他是去了另一个传说中的地方，以他的想象写出来。作品中的激励呢，有的是非常真实的，有的是综合性改造或虚构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他无论这样综合改造，这样的虚构，最起码一件，在作家的心底里，他有一个真实的原型。有什么样的作家，他就喜欢什么样的激励；有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这个作者就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激励。在激励的运用上。
可以看出作家过自己审美，过自己审美，也可以看出作品内容的一些隐秘之处，隐秘之处。真实的激励是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运用真实的激励好处是写作使作家不至于游离，不至于模糊。故事它就像骨灰夜柜一样，它得有个依附处，依附处写出来的东西呢就能给人一种真实感，更容易让读者相信，能进入，让读者进入他的故事之中。但是激励的真实呢也常常惹麻烦，带来麻烦，尤其给作家被人吧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在这方面我反正吃过不少苦头。80年代我四次走过商州商洛，几次走回来以后写过商州丑陋，是你刚才讲商州丑陋这部作品。在当时文学界评价还是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但由于先前是真名，国国群这都是真名，当地人就对号入座，因为他其中肯定写到一些不好的地方，一些阴暗的地方，批判一些东西，当地人不愿意。那个是归类的政治氛围特别浓厚，当地人吧就指责我思想不健康，就批判我，就说我把农民的身上的构架戳下来，又拿给农民看，啊，农民看，结果是商洛地区行政，当时是还是专属商洛专属的宣传部，就组织各县的宣传部干部在商州开了一个批判会，而且写完材料上告中宣部，上告陕西省委宣传部，上告这个中山杂志，上告这个陕西省作家协会。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30出头吧，多亏这个各国领导一看吧，这都不是文学规律问题，就把我保护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受到的保护，这是这一次保护。当我写到非洲的时候，那对号入座的吧更多，有人控告我，有人前几年前两三年见了我还在骂我，是这个一个寺院那个小尼姑，当时我写到一个寺院那个尼姑，这个尼姑就变成老尼姑了，他见我以后吧就骂我，把我骂得莫名其妙。我说我当时还不认识你，他说你不认识我你就写了一个尼姑，我就是那个庙的唯一一个尼姑，哈哈，所以就把我骂了，把我骂了几十年，骂几十年。我说我没有写你，他说你写那个庙是啥样子，那个激励环境在啥啥地方，那个庙建筑是这样，那你全部都是真实，你写的人不能不是真实的嘛。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回答，我说回答回答，因为我说我是写小说，他也不管你小说不小说的。后来写秦腔，所以有了经验以后，秦腔出版以后我就不敢把书给我老家人看，老家人看，谁说把这带回我老家来说，我来给我签名，我说我这儿没有书，我就不愿意叫他带回去，带回去那写好了他高兴，写的不好他就骂娘了。但是后来有人就把书拿回去了，拿回去以后我就担心有人要攻击，我就一度哎呀几乎多半年我们该回去，后来慢慢大清说是好像没啥事儿，我才回去了，才回去了啊。由此我又想到一个问题，现在一些红学家考证这个《红楼梦》，他们考证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考证激励是没错的，我觉得应该的，但对于故事人物连一些细节也考证，我觉得不对了。我觉得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中的情节人物都是经不起严格考证的，经不起严格考证的。我觉得这些红学家吧，可能有些人自己没写过小说，没写过小说。现在许多人吧，讲历史，尤其是累积吧，电视台上经常有讲这个视频，都经常有些人讲历史，讲吧，有许多材料都是史书上来的，比如说《史记》啊、《汉书》啊、《资治通鉴》啊，这些还可以。实际上，写《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时，我估计也不是说100%、90%都是真实的，就像现在人写历史一样。都不可信的，还不说古人，我估计还是这样的啊。而且他现在不光用那现在的，你用《史记》啊、《汉书》《资治通鉴》这些材料，咱现在姑且说这是100%准确，咱都能通过。但好多人在字数上，就先字啊、地方字上，或者一些小说里边、文学作品上，
去造那些材料，把那些当事实，我觉得那就错了，那就错了。我讲的差不多了，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